我们今天啊，陈红霞姊妹在神何等的面前已经做了见证，今天受洗要归入主的名下。今天我们教会要以神给教会的权柄，给牧师的权柄，为你来施洗，将你进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里，在主里宣告，旧人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已经不再是你活着，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，并且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就是新造的人。看啊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今天在受浸的时候，你就成为一个新人，在世上不再是客旅，不再是寄居，宣告你已经成为神家里的人。弟兄姊妹将称呼你为弟兄姊妹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的一生，活在神的旨意中，完成神在地上为你所预备的一生的福分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起立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起来。